日本饼干。是主播的声音太小了吗？还是能听到主播的声音的给主播扣一，听不到的给主播扣二。感谢你各位朋友送的小心心，感谢，非常感谢啊！那主播再大点声音好不好？回复一下初心不变这位朋友，咱这个做的是寿材啊，做的是寿材。哦，福寿棺材板，所以说他这个。感谢永不垂的船啊，给主播送的小心心啊，感谢啊，感谢支持。是的，咱做的是关闸，做的是关闸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你可以关注一下主播，可以关注一下主播。主播下播后和你沟通啊。因为主播也怕被打哈，主播一个人打不过他们俩。主播今天工作挺大，感谢大家，感谢邻居这位朋友送的小心心啊，感谢支持。对的，咱做的这个是棺材板，棺材板啊。宝宝哥，这个你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哈，可以关注一下主播。我下播后和你沟通啊，因为咱这边是在直播，要注意这个这边的话题，希望大家谅解啊。咱这个做的是四边柳杉啊，四边柳杉。